从小到大就是这样，不管我有多努力，换来的却是这样的结果。文康，现在上课你在画画，根本不专心听课，站起来给我出去罚站。这种东西你都敢拿出来见人啊，不要再丢脸了啦。是你真的不适合走这一条路。有时候连我自己要什么我自己都不知道。